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光棍节这一期啊，国战娱乐。首先祝大家啊光棍节快乐，永远单身，哼，20年啊。那么视频开始前的话，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啊，这个十月份积分奖励，终于是我前面啊，终于把大家十月份的投稿看完统计了一下。那么是这样的，二区的伟大航少人是3000元宝，还有一叶知秋是2000元宝。其他呢，由于啊大家这个投稿质量积分都差不多，然后呢有几个是1000，一区的绝版，四区的 H807G1200，朝阳、水止晴这边，松岩轩、新年晨晨，还有 Director 啊，这个是1000元宝。然后我们在另外的在其他剩余的这个里面啊，有标注的，我们再抽4个吧。对吧？这边是总共是1到170，先抽第一个，149啊，在这里龚佳楠啊，然后这是第一个，我们再来抽第二个，哎，我这25的话，这边是三房手机卡啊，那么再抽第三个，85啊。我这个抽奖模式有点啊，非常的朴素哈，朴素传说商，然后还差一个吧，再抽最后一个，153啊，多抽几个吧，就这样了啊，153，李良胜啊，那么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啊，抽了4个也不少了，好吗？那么希望大家赶紧与我联系，然后领取奖励，就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就废话不多说啊，该祝福的已经祝福过了，反正就是挨个去单身，对吧？那我们后面素材的话，今天由于这一期国战娱乐其实还是比较多啊，还有一半的素材呢留到明天出，今天先出一半。那么素材这边啊，Kate Beckett 啊，Kaden 四零火，陆欣然，伟大航少，草履虫神像，朝阳啊，Sing Moon，明世之风，H807G1200，LAOST 啊，听我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标注的。这个积分奖励啊，我们都是你标注了 ID，我才会去统计，否则的话就是不予统计了，啊，这个就这样。那么第一局主视角，嗨，连环月啊，这一局啊，路通问，好吧。那么一号位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三号位的主将，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大动作，观时挂旗，还就吓吓你而已。那么二号位那边呢，加一连弩，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三号位，这，哎，大哥，哎，这通通看过来啊。通通干过来。三位刚才好像是有个摸牌阶段读条，还是甭管了，主视角，反正啊，已经是，出来骚一波，对吧？单身人节啊，单身节怎能不出来浪一浪？那么万箭齐发，继续，咚怼怼怼怼。好，上家的话，这一个八卦没能判中，以逸待劳，再刷，索索轮环呢、啊。那么上一离可怜几百，对吧？乐不思蜀都不要了，就为了这一张刷牌刷到南蛮好评。当然啊，没能打出来。虽然南蛮没能打出来，但是我们无中继续开，后面的话连弩挂起，突突突啊，连起来啊。那么最后手里还有一张属性杀，就看这个时候铁锁打连环，哈，对吧？今年光棍节我们就要 FFFF，当然这是雷杀了。没啥了，贾大爷都没有开帷幕啊，直接被腿锁中了。小乔替我怼着，那么一弹二号位直接求逃，最后自救一下，八号位再走一个，哎，这杀的都是大 boss 级别的啊。主视角再突哈，还不够，那么就可以杀小乔了呀，对吧？那我们再来，锦囊肯定是要用出来的。再骚，哎，桃园结义哈，那这里都要不好意思哈，老娘有无邪，你以为给你刷？不可能的哈。那么南蛮入侵打出来之后呢，这样是远交进攻继续推了啊，继续推无中生有，再来通通连起来，对吧？怼小乔啊，那么火攻再打一下，哼，现在就是锦囊是呢，轮爆疯婆娘，疯婆子疯起来，谁都不认呐。那么周泰继续坚挺，那么我们主视角关键啊，还有啊，还有这里最后的话，我们是通通连起来，对吧？再来一刀火烧啊，这个没有问题的啊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，哎，瞬间倒掉四人啊！那么二号位也倒哈，也倒。那么最后还剩一个三号位哈，三号位和六号位周泰哈，这个是五虎上将哈，僵尸。最后呢，主视角终于在这里卡壳了。对面哈，刚才那个摸牌阶段啊，许褚的啊，不可能是蜀将嘛。
猛货又没掉血，不可能是猛货，对吧？那么最后这里的话，直接粘土突突突呗，哦不是，粘土换掉了啊，青钢啊，青钢，刚才这个点我都没注意啊，啊，不过主角最后换粘土应该来说还可以吧，防止出意外，对吧？那么最后，啊，主公快走啊！所以第一局啊，非常养眼啊，非常养眼，就是这么啊，任你横行霸道，我自封儿成魔啊。好，那么第一局就这样了。连环月一回合秒六人啊，还是很不错的啊。关键是开局你首次啊，直接啊第一轮行动啊，就能打出这么不错的效果。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局啊。第二局这边呢是一个，那，看一下吧啊，看一下。这一局时间13分钟，主视角呢是老朱配张飞呀，啊，那么一号位三千挂起，二号位直接开出了南蛮，先标一个飞舞，一炸炸俩哈，对吧？我们这牛囊哈啊，牛囊猛虎，那么下次注意点哈，这都很漂亮啊，都很漂亮。甲鱼藏好女布啊，藏好。那么那边的话，三号位顺手撸甲鱼红顺啊，九骚一刀哈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甲鱼有点惨哈，虽然挂着女布，但是这整体就是没能续爆啊，续爆都没开始那就被人硬怼，这个有点尬场啊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直接两人装备挂齐哈，一杀两闪在手，因为已经开了一个南蛮的话，所以基本你这手牌防御已经够了。嘿，那边啊，没想到吧，这里显示有点问题啊，没能显示出来。南蛮入侵，再打一波猛虎啊，我们队友，对吧？哎，我自擅长背锅侠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七号位看一看，那个点的话是锦衣挂起，八号位呢五六吃桃。现在场上啊倒是魏将感觉不是那么多啊，对吧？三血不卖的居多。一号位直接桃园开出来啊，三号位那边打了一个无懈坑甲鱼，一号位直接杀一刀啊，杀一刀，人人都爱吃甲鱼。好，那边的话突甲鱼走你不送啊，甲鱼太惨了，直接被我们队友猛货就这么一刀啊，一开始九杀，现在直接最后还要收人头，哎，这个冤冤相报何时能了啊。那边继续突啊，继续突决斗啊，决斗拿来吧啊，这样的话猛货啊，当然我们期望他副将不是说来个庞统，嘿嘿，还是可以的啊。七号位勒布斯鲁都没有用，直接扔掉，八号位五六剑挂起啊，不是五六剑，这是上一轮挂的啊，弃了闪。一号位远交，嗯，哦，那么一号位啊，二号位这个点啊应该是表明了啊，开始就开了 A。 哎呦，这还真是庞统啊，这是今天我们这是单身啊狂欢啊，单身狂欢，对吧？老婆都不在家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弃闪，结果呢，哎，张辽这个点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你暗将不动，我偷呗，我偷呗，有司马一般人不会去浪动他啊。但是七号位这边顺手呢顺了八号位的装备，那是可能会偏魏将一点，当然你比如说有可能也有这种蜀将可能不会这么打。那么现在场上的话，如果啊二一二六七这边都是哈，四位啊，其实还是有点意思啊。凤雏岂能嗝屁呢啊，当然不能嗝屁啊。那么二号位的话杀一刀庞统继续撸起来，那么应该来说可能啊二号位这个身份的魏将属性坐实了哟。哦 nice 啊，庞统这一下最后哎带了一下，那边接着结果碰到了小乔，这就没有办法了哈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小乔这个只能说开局啊放 AOE 啊各种打得太浪了。哎，庞统其实啊估计看到这一下确实有一点点心酸了，心酸了。那么整体不过这样也好，我们主视角呢作为一个暗将看到这种撕逼节奏，自然心里美滋滋。哎，大师又出了，方能以弱胜强呢。上一把他是顺的八号位没有动司马啊，这魏啊这一局无将啊打的都是啊很高端啊，加个引号吧。八号位八正挂起，典韦的话吃鸡来吧，出个僵尸看一看。哦，杀了大士啊，小乔吞狼之计。哦呦，还真有僵尸啊，这局感觉显示都有问题了，六七位这边半将都没显示出来。
小乔哈作弊了，哎呦，老公在身边了啊！你们这是啊，这绝对是作死，哎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光棍特出辑，来混，你这儿早啊，晚要夫妻还秀恩的。爱，你不死，哼，谁能忍？那么主视角这个管点的话仲就出一来天下，知了，天下大势，直接拿到一男一绝啊，一男一绝，这支笔。那么一看，看到二爷，哎，我们也很欣慰，南蛮入侵，怼怼怼呀、啊！司等马，等，走稍好等，不送啊！走好不送。那么还大不师够，还还不得再够，战？二爷武老圣子出来回了。来，这一局请啊，君这个入武城，将啊都显示不出来。臣那么最后都督的话，忠这臣个不我们死，是、哎、主视角，他是咆哮在手，对吧？既生一波瑞，咆哮赢人，最后呢亦关生信孽啊缘，运斩气非魂常不在错，一男一绝，野人必张之飞在此必啊，有。最后队友躺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依靠关心的一个啊小爆发，好，下一局。这一局的话，主视角看一看啊，这边是祝融加张飞，武将没有选啊，没有问题。那么大鸟飞配巨象，防御都是可以的啊。你自己不需要囤杀的话，可以腾出来就是为咆哮准备了。那么主视角起手就顺手啊，拿人王盾防御，问题不算特别大。那么下家，哎，恐龙不甘宝寂剑寞，哼，拔剑，本初开出了啊！哎，同志们，天下来吧，我最瑟爱瑟小瑟，丑，大对少吧？小麒人，麟我臂最啊，爱要小发人作妇，了。眼那么这一扎光呢，万寿，折翼蛇啊，那射出了一波大位，哼。那么主视角啊，直接哎，那么大嘴啊，这个点还非常配合，嘿嘿，南蛮继续开出来。当然啊，曹老板可能哎，他还不惜，他不惜那就直接被我们拿到手了，啊，这个打得稍微有一点点的。其实曹老板，尽管取用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大嘴啊，誓将万箭射到底，哼，老子就要射穿你们，哼。那么最后的话，主视角还是闪。关键是啊，大嘴这里打工呢，有点过分啊，有点过分。这五排你不去继续射，不去继续射，太怂了啊！当然啊，他这两桃啊，不是那个桃子啊，在手里的话，那可能也不太好射了。身体我要们说不清紧。楚。当然这一局纯粹就是大嘴打工了先啊。闻地理，丞相所教，不过呢，主视角言哎，极于信。不仅两难门啊。哎，手里就握有大杀器，对吧？人肉大碾弩，哼！但是姜维这里没能带一刀啊，很可惜啊。我们这里明的两个南蛮，那当然也不一定啊。他说手里可能还是要留杀防我们南蛮啊输出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的，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出杀啊，对了啊，对吧？莫再提起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主视角囤着咆哮好评啊，你说首先李典这旺戏还骗到了。那么姜维哎，守城好评，远交近攻啊，万箭齐发，继续怼怼怼啊！甲鱼有桃不死，咱们曹老板西在旺戏啊，在旺戏，来吧，张八一拍，再打。那么这里可以以逸待劳啊，再刷用一下啊，野人张飞在此，再拍啊，再拍，恐龙还不死。野人张飞在此，恐龙足啊足，最后就看我们这个大咆哮的威力啊，对吧？漏算了我，这个地方打岔了啊，打岔了，你肯定以逸待劳嘛，以逸待劳，扔个人王，扔个寒冰，哈，对吧？拿两张牌多好，你干嘛非得把以逸待劳拍掉呢？这里你这个时候人王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啊，不是那么重要。好，这一局啊，整体大嘴真打工啊。啊，除了设残局面，他关键啊还放两张南蛮给主视角这边收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那我们趁势哈、啊、打铁哈、啊，趁火打铁哈、啊，趁热打铁啊。这里直接再看啊南蛮局。那么这一局当然主视角呢这边是，嘿嘿哈、啊、自爆小卡车啊，你们不是秀恩爱吗？对吧？再恩爱啊，男男才是真爱呀，男男才是真爱。那么。还闭月出来了啊！起手这个貂蝉的防御还可以，副将的话藏一个教主也是一个日常，教主啊、董胖啊、华佗啊，这一些。那么顺手那边要表示不客气了，嗨，你的人王正是我的啊！好，那边最后也有个毒教曹仁、曹洪，看一下三号位这边直接开出了万箭啊！开局的话，万箭打出来，恐龙明示。仁义高洁，貂蝉并不是教主啊。那么，当然他没有闪，
好吧，比较尴尬，这边又杀群雄了。而这感觉是应该有点像效果的独条吧，效果的独条。来主角的话，当然主角这里打得比较浪了，见到一血就想上，燃烧吧。貂蝉没能死，但是主视角呢可以继续摸牌。关键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连环神过一张南蛮啊，那么这一张南蛮李典他还给我卖啊，给我卖啊。祝融的话又说到那个巨象，那么最后的话这样基本就是一拆一杀在手里啊，一个无限防御。那边决斗扫一下暗将啊，恐龙毕竟大群雄啊，结果二号位不给收。但是啊，这不给收之后的话，那么这个效果可能藏在李典那边啊，可能在李典那边。那么祝融的话南蛮，对对对对对啊，那我们配合队友南蛮来一发啊，雕虫小技啊，南蛮入侵再怼啊，再怼。那么李典走啊，足啊，果然在他那效果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嘿嘿哈、基本就是啊，开局的我们 A O E 配合起来了。祝融已经十牌到手，最后二号位还是走哈、和珅啊，鸡蛋。那么主角出个杀，有守城啊 ，nice nice， 恐龙走哈、吃菜，吃菜也无所谓啊。祝融这么多，但是啊，还是有点虚。甲鱼那个点其实不太好讲。这个时候甲鱼出什么最不利啊？华佗，华佗其实还是很多啊，华佗都是都不太爽啊，都不太爽。但是我们队友对吧，一波大南蛮巨象啊，配合一波之后呢，就直接露出，最后还有一个队友、还有一个队友，那么甲鱼估计会就直接尴尬了、这里远交进攻，然后刷一波火攻，贼还、并没有死，可助我军大获全胜啊。最后啊，这里注意了，甲鱼你没法啊自爆啊，没法跳他自爆，否则的话直接锁上，对吧？管你三吃二十一啊，怼怼。这一局啊，主要是一个巨象啊。好，蜀国的几局就这样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群雄啊，群雄先看第一局。第一局的话，主视角这里是甲鱼加田丰啊，双头没有选，蜀将也没有选，那么看一看这边。甲鱼加田丰，那么是一个五号位，那么一号位那边的话无中生有，寒冰挂起，最后呢七三张没有问题吧，啊，只不过看起来有点可惜啊。那边哎，二号位南蛮不开飞位啊，偏无居多，蜀将应该也不是，应该也不是、反正这种情况正常就是啊，飞位偏无了啊，飞位偏无。三号位四号位锦衣挂起，五号位这边主视角的话直接哎，开局状态不错啊，三张装备特别是八卦对吧，那么月影跳出来了，锁娘拿奖励，街道上人又是一个疯婆娘，哎顺手不好意思，哎老娘哈、不是老娘啊对吧，老夫就凭你还想勾引我，呵呵，那么这一下的话锁锁大连环想破藤甲，结果呢想 FFFF 啊，但是 F 不动、那边小诸葛表示你的寂寞被识破哈，这里啊他继续去烧，这个烧的话可能啊位数偏多一点，全无的话不会这么浪吧吧，再说啊，再由于我们主视角这里也有个全雄，所以也不好讲啊，不好讲。看一下吧，郭嘉那边无懈啊、也没有大动作，郭嘉都不率先输出啊，他还猥琐。那么二号位那边啊，本来就跳，本来气的南蛮就飞位了啊，这是明跳飞位啊，明跳飞位。那么燃烧吧，哎，那么小诸葛他舍不得牺牲自己的话，那基本就没有什么用，对吧？你这里哎，如果把这一个藤甲火计啊发挥出来，月鹰啊，你要考虑月鹰啊，对吧？可能会不错啊。当然二号位，像二号位这里的话，待会再说啊，再说过这桥。那边啊又跳飞位，那么这一局感觉蜀国比较多啊，杀一刀，这个感觉像飞鼠了，对吧？现在就是，当然二号位也有可能是无将啊、现在明确可能六七三者啊三蜀，然后这个二号位可疑，八号位跳飞鼠啊，还是小胖，这小胖啊开局 AOE 都没放哈、都没放，打得很谨慎啊。其实我们知道一般蜀国，你比如说巨象啊，有的时候配合起来还是比较六六六啊，像刚才那一句、那么这边哎放权的话，老诸葛关心知天意逆天难，且容我续一续，哎杀一刀下家。那这里的话已经是
哦，这都有啊，这个太明显的读条了，对吧？水无常形，其实我感觉啊，但是还好啊，小诸葛他刚才没有自爆的话，那其实啊还是拯救了水波。那么主视角呢，手里有一张万剑啊，续爆的。那么这一波乱舞再开万剑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罗瓦生辰，最后呢有一刀九火烧啊，九火烧带谁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其实比较博弈了啊，比较拼了。这个时候你很难判定谁手里没闪，谁手里有闪。虽然刚才万剑啊开过光，啊，那么看来啊，这个找的人非常准确啊。你看小胖刚才手里有，哎，老诸葛有，郭嘉不用说，那八号位啊，则无微不加。那么主视角这里一波带走之后的话，那就是捏奴推推推啊！你看啊，这边还有个祝融啊，有个祝融，那么则无微不加，再带啊，八号位走好不送，走好不送。那这样的话，香香狗带最后的话，万箭齐发再打一波，这一波啊，输出量太大太大了。基本对面没法翻盘了，这个杀都这么多，杀你小胖都够了，哼，真没意思啊。那么我们关键啊，最后还有田丰的发挥哈，孤掌难鸣啊，对，人桃好评攒军威啊，那么典韦走你不送啊，这一局还是看起来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对吧？续了一张万剑，乱舞万剑九火烧，还是那一张大藤甲啊，大铁锁带了一个节奏。那么甲鱼天风一秒七啊，嗯，蜀国又怎样？大蜀抱团了啊，对吧？大蜀抱团了，嗯，大蜀亡国了。好看一下这一局啊，这一局的话主角选了一个天风加老板啊，天风加老板，那么起手就把是技能酝酿了啊，点亮。那么这样万剑，这边开万剑先可以标一个飞舞，后面再啊再行判断。那么三四位。哎，二位数啊，好，一号位直接弃了五谷，最后那么主视角这里知己知彼，干夫人啊啊，干夫人，那么贝贝的福音，嗯，夏家，那么队友啊，庞德哈、啊、潘德国宝，哎呦这啊，定点输出很给力嘛，找得很准确，这庞统一条命就这么被干了。但是吕布这种打法确实比较浪啊，比较浪。四号位直接是挂起白银扔的藤甲，我一开始有毒条，这个就是干夫人毒条啊，我们刚才看过，通通轮起来。那么六号位那边过河拆桥，拆一下白银，最后是弃杀。七号位看一看啊，八卦一大狼没有大动作，八号位呢借刀杀人，这个我们肯定不懂。那么他这里啊，像这个时候借刀的话去，然后又去打。这打法呢，这种打法要么武将应该不会，对吧？场上蜀权有可能是队友，那么魏将也有可能性，魏将一般盲局不分啊，不看场上局势的。三号位弃牌，这下没有再动了啊，没有再动，不动了，啊、怕被打，招打，呆呆着，早打，早打。那么四号位不动，五号位、六号位南蛮入侵打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当然啊，五号位是强坑他一下。对吧？那么最后呢，就开了一个南蛮，也标一个飞舞吧，先标个飞舞线。七号位不动，八号位过河拆桥，哦，无撬，好吧。刚才我们说这个大哥打脸也要哈，这个能优雅一点吗？哈，能优雅一点吗？你这个让我们哈完全猜错哈。我刚才说魏蜀权都有可能，唯独吴将是不太可行的。啊，那边李典出来了，上李守钢肠，哎，我们钢肠哥大夫李典，来吧，九骚一刀，顺便让你浪啊，那么干夫人啊，通通轮起来。那当然啊，现在魏将肯定是做大啊，做大的话，这样庞统啊直接掉血，那么来个桃哈、啊，但我感觉啊，这个时候，行吧，苟货，救起来苟货能立即行动啊，无中生有被打无懈。庞统这是不太想活了吧，对吧？这自己一条命已然被吕布带飞了。哦，这个是苟货打得比较高端啊，自己掉血啊，劫命哈、啊，自己掉血劫命，不过也就一张牌，这干嘛呀？那么最后再看一个南蛮，庞统的话直接击击啊，击击就做，这就是纯粹做。那么最后的话杀一刀孙奔，七号位那边顺手打无懈，
哎，杀一刀不死。当然啊，这个点的话，基本感觉，这里魏将不太有戏了。你像孙膑啊，这种局面是啊，开局，不过盲狙的倒是挺准确啊。九杀，开始他有这支笔看过吗？哼，这让我有点怀疑人生啊。并没有哈，并没有。那主视角直接跳出来了，注意主视角这一波排序啊，请好向评，我且最看我后最一眼，后一眼，祝对你吧？命这悬里好啊，人居先多，去哎，依靠我们死人剑居少，随时发挥，都黄还蓉没用军到雄人毅啊，过山居桥。乱，那么黄最蓉后居再乱，来开啊大招野啊，人看居大招，利，一荣聚荣，刚民才这一不波由排序人，非常好评，没问无题，叹，对吧？死剑一波啊，完全发挥出来，关键是还能啊循环摸牌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野其人实聚我们这荣，一局主视角这一个啊排序可以啊，应该来说很有这种叫可以作为范本了。九杀啊，来一刀一荣聚荣，嗨、哎，最后的话就粘土突突突了啊。过山桥啊，火攻这个行吧，一荣俱荣啊。最后的话，其实首拍啊，基本对面小桥，小桥出不来啊，黑桃啊。这一局啊，主视角排序好评啊，没有问题的。特别是这种死剑啊，我们依靠手里的牌去死剑，然后随时还能再带一个牌。如果我们刚才啊，你像这个点，没能带下人头，万剑还可以继续开，又可以刷，哈，又可以刷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一局啊，田丰两局田丰啊，非常好评的一个局啊，我感觉啊，这两局排序啊什么都不错。好，下一局的话，看一下，这一局主视角呢，纪灵加孔融啊，应该来说，纪灵输出菜刀，孔融防御，无赖哈，可以的哈，攻防兼备。一号位还没挂起，没有大动作。二号位的话，灌石八卦溜一溜，主视角这边看一看，麒麟弓最后呢是弃牌，一杀两闪啊，基本防御啊能行，但是差一张杀。想要顺手拿到麒麟弓啊，这是香香吧？哈，最后他是自己拿了加一，对吧？怎么感觉像香香啊？啊，待会儿再看吧。当然啊，前期大家一般攒装备也没有什么稀奇的，对吧？不是香香也很正常。好，那边的话，藤甲挂上，牛，这过拆顺手并粮哦，锦囊缠的月英啊。好，那边杀一刀，暗象，这里打的都很任性啊，打的都很任性。这支笔一看一下八号位的副将，然后南蛮开出来，你奈我何？这里可能偏位啊，南蛮入侵打出来的话非无，然后后面还是要再进行判断吧。现在信息还是比较少，曹仁啊，曹仁。尽管来吧，但是翻面人，我们一看到翻面啊，这个就基本，你想啊，属魏将啊，他继续再跟进的话，那基本，你这个局面可能就不可控了。虚虎带一下甲鱼，九杀一刀并不能带上来，乐不思蜀倒是有用。那曹仁翻面了，不好意思，对吧？哎，老子就说欧气满满，你能奈我堂何？堂有本正正事你就来，干我呀，我哈、啊，又有何有本惧？事你也摸桃呀。啊，那边果然曹丕没有问题，放毒，最后把曹仁翻回以来。至四方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整个魏将现在有一个三连动啊，但是还是要德看苟良活这个点田能不能在，保住何啊。愁不破何敌？愁不破敌，乐不思蜀。曹丕肯定暂时不能动啊。我们上家看一看，这个时候出牌阶段有毒条，那应该来说纪灵在我们这边啊，他这里只可能是以小礼胖子待哈，小人。胖子。会及那么主视角直接吧。出来礼让一波给甲鱼啊，但是这一波礼让也就让他输出一下，没有什么但太是大作用。怪你，不该身有身皇有子不死。哦，这里啊一个正毒竟然，翻过来。哎，那像曹丕其实这个时候啊翻面翻甲鱼当然没问题，但是一旦出了太后，宫之中，这可能啊就会岂显有得于有点此？蛋疼了，因为太后抬要举的就是手四牌，方，巴不得你翻我我，嘴难受。对吧？这样不需要弃手牌回额外，雄将安性个正命，毒呗。要保江当山然赵了，氏。甲鱼太后这一个，哪里走？这一个摆将啊，稍微有一点啊，兵不不留争离一间箭，位啊。手轻好，那边万金拿出来，最终队友还是卒哈，卒没有难办法。我自那么这样的说话，是我的。魏将啊还是有点优势的啊，有点优势。曹丕继续放谁占毒，到先机，那边碰到谁就青胜训，一代劳。农民无中生有，最后呢借刀杀人，杀一下主粗视角鄙这个之人粗鄙之人，如何能这个做点你？差评了。其实他可以杀一下四我先号位，休息一会儿。那边大乔啊，大乔，尽你之手，苟活取虎找我们有 K 点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陆神挺住啊，挺住之后甘宁有了，甘宁有了，但是这边的话，接招吧。
拆一下曹丕的刀啊，这个拆的先把曹丕的刀拆掉再说。哎，但是他现在想吃直接收人头了，有桃、啊、有桃、啊、他这个时候啊输出打得有点蛋疼啊，有点蛋疼。那最后勒不住控一下曹丕，他没有拆刀，而是好吧，这竟然是董胖啊拿了一波装备。那么决斗扫一下，最后别说画图啊。好，现在的话，哎，魏将曹丕这个点被控住啊，总归是好的啊，总归是好的。那么曹仁翻面人，对吧？黑没什么用，大战300回合，一刀咻击，哈！我最后去虎找队友还是怎么南蛮了？这个南蛮啊，其实他自己开的话，所以他这个南蛮敢开，因为曹丕啊这边不虚啊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如果曹丕这个时候呢，把这个人头啊给丢掉的话，可能还好一点。现在他这个人头在场上跟苟货同时是两个一血的。那么主视角来吃我一记3尖2刃刀，一拼点直接全部控成啊，这个是没得说。关键是这一拼点哈，我们是直接三排到手解到二人。那么年弩就不客气了，挨个往那边退啊，啊神一个双刃，对吧？远距离标记哈，当然本来张拔挂起来也可以退啊，也可以退啊，神不得不死。那么最后的话，无中生有被打无懈来。来杀一刀，走你不送啊！主角这里啊，达成一波小年斩啊！君不知臣，臣不知君呐、啊。那么那边啊，队友有加一，所以的话，大乔啊想溜离没法溜离啊。然后我们自己再挂上加一的话，大乔基本没有机会了。以礼待人，会己有吗？这一句啊，配的大师啊，配大师。好，那么全雄的三局啊，大嘴局我都放到明天啊，今天先看一些啊非大嘴局。好，后面的话来看一下吴将哈、啊，刚才被撸得好惨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，这一局是一个主视角，嘿嘿，宫颈啊、哦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是组合好吧。那么六号位。啊，马超上来的话就来，回头开始有毒条了。那么应该来说配个老诸葛，还是干夫人？不可能是那个马戴了啊，对吧？也没戴这边他这个应该是四血，那么顺手，哼、嗯，全身斗技直接忙一个，然后顺手往上加路，最后呢是弃牌。马超打的开局有点浪啊，他明的回头开始毒条又不是庞统，对吧？这有何必要？谁能打我？啊，你说马超，你这个。GG 啊 GG， 吕布直接灌石砸出去，这个等级略低啊，感觉有点会不会是瞎打啊，感觉就是纯粹就是为了为了输出而输出。好，那边南蛮入侵打出来主视角，这个骑士手牌防御一般般啊，没得打啊，没得打。夏侯惇惇管事比胜，那边无懈，且听我最好一武于此，以至四方，你叫我护天下人。这里开出雷欧一，然后呢又往下家去打。整体场上的话，位将居多，可能偏位，飞舞也多着。而且马超刚才已经残血，这一个 AO 一的话很不友好，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加偏位将。那么主视角直接跳出啊，回血，请编制我吧，宫颈。那么这里呢，主视角啊，这个远调进攻尽量先过牌啊，先过牌，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再开一波，先收人头啊。来吧，求刚哈，求刚，有的是废牌啊。那么马超走好不送啊，你这纯粹是开局作死啊，干夫人啊，干夫人，管杀还管埋。那么那边啊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曹丕在这里哈、啊，曹丕在这里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蛋疼啊。那么这一波大位其实很不好打，对吧？都是卖血流，而且我们上家这大 boss 往这一摆啊，怎么动呢？那么主视角万箭齐发啊，万箭齐发再怼，这一波万箭啊打出去再说。有桃啊，有桃的话那边啊不出意外，曹丕放逐翻吕布啊，翻吕布，曹老板赶紧出闪了，再不出闪就跪了。那么主视角现在还有个火攻啊，这个火攻尽量打了曹操啊，打了曹操。好吧，但是曹丕这个点啊也最好带走啊、嗯、你不带走的话是比较麻烦。那么主角继续，嘿，有桃有酒，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啊。
那么知己知彼，看一下手牌，有闪啊，有杀，有两个南蛮，一张决斗。那么最后的话，一代狼再刷啊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刷不出大气的话，基本就是 GG 了。那么我主持角还没杀过，最后呢是选择了苟货这个点，那边表示不救啊。那么他们不救的话，可能考虑啊会有这个。那么现在主持角手里有国务线啊，所以刚才桃园没有开好评啊，到了后面有了斩到了国务线，那我就该走。那么最后我们最关键一次输出，哎，十六张牌草皮怎么办？只能送反信啊。那么粘土在那边啊，这个是直接最后的话，主持角浪骚一波啊，带了三位一鼠。当然打到这个阶段的话，我们也基本是一个很蛋疼的状态。那么吕布打工有一张乐不素质贴出去，刚才已经两张无懈扔掉了，总共三张无懈啊，总共三张无懈。所以的话这里啊，不是两张，扔了一张，我们这还有一张。那么主视角顺手直接带一刀呗，先编了一下，哎，这个桃子可以直接吃满进入决赛圈了，对吧？开局激情燃烧一波，最后的话我们直接进入决赛圈。这边还反建了一下，坑一下吕布，但是这个食人王盾被拿到有点可惜啊。这边月英还出来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主视角的手牌万箭齐发。那么我们这边啊有一个八卦还是可以判的啊，要是无果就好了，哪有那么如果哈，只能靠自己的奋斗了哈，只能靠自己奋斗。那么月英这里肯定是简化局势，对吧？您这个能带走赶紧带走。那么最后这个单挑的话，其实啊，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这小诸葛绝对是占尽了优势啊，占据主动。那么主视角杀一刀，还有雌雄啊反剑。现在这个手牌很蛋疼，很蛋疼啊！还好对面运气不好。那么主视角，请编制我吧，宫颈。那么这里先杀一刀，足啊，足了。其实主视角啊，不过火攻也没有用，他还是武器啊，还是武器。那么这一局啊，我们啊盖鱼啊，老不是老韩推车啊，就这样了啊，就这样了，还可以，激情燃烧啊，宫颈你好坏哟。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局，下一局，哎呦，想想你好浪哟啊，对吧？这个换个搭档啊，换个搭档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身体总要啊，这个采阴补补阳啊，不能老盯着周瑜啊、周公瑾这个吃一辈子啊。好，这有啊，摸牌阶段独挑，那么飞鼠呗，然后其他的话就不好说了啊，不好说了。开局当然啊，他这个还盲打了一下六号位，这里有点浪，可能还未将居多，未将居多，许褚摸牌啊，李典啊，玄玄啊，张辽突袭啊，等等。好，那么我们这边的话，起手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杀闪无懈，两张装备。下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一号位，然后弃牌了。那边的话，雌雄无中生有开出来，哼，咦，大佬，藤甲都扔了，哈。看来不太像吴将啊，吴将这个时候喷甲怼挂起来啊。那么我们这边啊，这边是五四海接兄弟关张，哎，来吧，果然魏将，所以啊，不过蜀国打他也没有问题，刚才开局哈、啊，然后我觉得张飞可以再忍一忍，没必要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他怼你，你只要没这个血线什么的状态没被压下去就行，自然而然有其他人对付他，没必要急。你这样的话整体啊自己的这个状态什么的都被带掉。那么那边啊，我们这个赵叔叔啊，赵叔叔啊，你赵家的天下当然啊还得服从我刘氏。好，来吧，杀一刀，哦，裤裆，嘿，对对对对对，裆部隆起啊，裆部隆起。那么这样的话借刀杀人，国家来一下，嘿嘿，寒冰一敲啊，这里并没有去，这难道是魏江？不清楚吧，这个身份啊不清楚。俏气质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场上现在啊，当然作为老汉推车，看到其他势力这样啊互相啊挣扎吧啊，很爽啊，很爽，对吧？我爸爸是刘备啊，我是富二代。啊，这是关二代啊，无中生有，顺手拽羊，寒冰挂起，果核拆桥。当然啊，这里的话你留一个距离给许褚，你不利于自己的发挥啊，还好人家替你乐了一下飞位。那么现在场上的话，大
叔抱团了啊，大叔抱团了。那么像张飞这个点呢，这个时候呢他是选择了打名将啊，打名将啊，尔等受死啊，你这个家胜啊，死吧你啊啊。那么那样的话二后卫也动了，那这样的话张飞啊其实可以考虑换一下人杀了吧啊，还好还好没逃啊，还好没逃。那这样的话二号位继续走你不送啊，走你不送。小胖呢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冰凉你打来干嘛呢大哥，你冰凉打这个冰凉打来干嘛，这国这个啊张飞玩得太烂了。哎，这乐不思蜀不打不送放权，你去打一个冰凉，小胖就是打放权了。好，那我们不管他们了，主事要开始啊，恭请啊！刚才我们是打过魏将，所以的话他们可能会猜我们是偏吴，结果呢香香在这里，统统给本小姐闪开，可以先过牌啊，统统给本小姐闪开，统统给本小姐闪开，顺手拿取缔没有问题啊，借物惊猴，借刀都没有用啊，五分灯拿逃呗。这里我们啊这 KK 啊这肯定是逃更关键啊，冰凉存在，冰凉存在，嘿嘿，这个来一刀小铁锁九雷骚。但是我感觉啊主持人这里排序呢什么的还是稍微啊，你应该来说这手里有桃你就不先刷一下，万一再刷到个铁锁呢，刷到铁锁那不就按键什么的都一起锁起来玩，对吧，你这样的话九杀就稍微浪费了。那么最后的话主持人这边是换上粘土开始刷了，你看这个时候有铁锁啊，有铁锁，所以主持人排序上面还是稍微有点啊要注意一下，不过最后年度已经到手，基本也就不太需场上的局面了。这边啊先把四号位怼死啊，怼死的话你是三张牌啊，当然现在整个局面你先怼死谁都不影响这个局势啊，不影响局势，三张牌到手啊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最后的话就一波年度推推推啊，对吧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老骥伏枥啊，这个鸡在千里啊，对吧，我这个贼喜怕偷去美军郎应该是问一句啊，廉颇老矣否，尚能啊，尚能饭否啊，尚能饥否啊，能啊，能还能搏一搏。好，下一局我们再看啊，刚才是老汉推车，哎，那我们这边啊哎，总得嘛，这个吴国讲究的就是我们这个轮换制度，对吧，轮换制度，这个配种啊，不是配合，总得换着人来配，不能老找一个人啊。那我们要改善改善基因，怎么又回到这个配种上面去了？好，一号位直接啊，那边五五开出挂上了天甲，哎呦，挂天甲偏队友啊。那么三号位的三尖挂旗杀冰凉弃掉，国家这边看一看，最后借刀杀人，哎呦，主视角啊，感觉有点不幸，上来就被怼啊，上来就被怼，还好呢。七手手牌啊还算可以啊，还算可以。那么无中生有顺手的话一仗仗出农民，不过呢农民在我们旁边都不太虚，对吧，哎，反正大千元往这一摆来求胜啊。那么主视角加一挂旗，那么这样的话保证了一个有装备的状态啊，想想可以消极了啊，消极了。那么下家没有动，看看七号位那个点，知己知彼三号位，然后呢捡一挂旗过拆桥无懈可击啊，想入我下辈子吧你，南蛮入侵怼出来，那么主视角的话直接出一杀就行了啊。这个南蛮的话比较暧昧了，很难确定啊，当然感觉啊，感觉上来说的话不太像队友啊，因为你队友这边的话其实陆神啊手牌也比较空虚啊，比较空，就刚才就两牌好，那边渊英也出来了，那估计看看能不能带走郭嘉吧，郭嘉现在还没求过逃啊，还没求过逃，所以可能死不了啊，死不了，对吧，有逃、啊、有逃，一鸣惊人哦，那么最后哎呦啊粘土来了，但是难讲啊，难讲，九杀一刀，最后可惜了，那这样赵云带不走之后啊，这个粘土反而要成为一个祸害了啊。哦，郭嘉他不要啊，不要，那这样看来国家手里的杀不是特别多啊，我的是我的，对吧，这种啊很明显，但是最后呢年度还是没浪费啊，给了队友给了队友顺手，我们看一下他最后弃牌就知道应该手上杀不多，否则这个年度他肯定要拿的。那么瞬间国家满血回复，
那么场上的话，这里直接啊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到他手上确实啊杀不是特别多，只是这样拿到一张白银，这样的话已经是接近了半神装了。那六号位还好挑一个飞位，那么场上的话，基本这个位将啊，可能还是有点不太，但是人手，但是呢，他们俩啊，农民国家大 boss 曹丕有放逐，不太好说。哎，满满判掉了。这副牌堆刷新了啊，刷新了，是七十多张，有点看好了。那边啊，队友出来了。准备吃桃，那么赵妈一拍，主帅要闪一个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整体啊残局没有形成，不过主帅也没法夺势啊。我倒是想爆发，但是没法夺，没法夺。那边魏延出来锦衣挂旗，雌雄没有大动作，七号位探勘，万箭齐发打一波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活最难受。就这样。那么万箭齐发打一波，我们这边的话无懈了一下，啊无懈了一下，啊不过二号位那个身份啊，我们开始就猜了无将，还没猜错啊。无人生有那边一大牢，队友打了一张国无懈。那么这一副牌队里面的无懈啊，已经是全部啊，最后一张无懈在自己手里，甲鱼啊。啊，队友这个没有问题啊，队友这个寒冰啊，我刚才第一反应是怎么去杀呢？他有寒冰啊，有寒冰，所以没有问题。那边的话，魏延救一救甲鱼，袭敌不备。现在就是魏将看似人少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你不知该如何下手哈。啊，那边还藏一个魏将，这还藏个什么鬼呀？哈哈。那边甲鱼是我一级。队友还桃子就起来，那么现在就看甲鱼了啊。这一波如果能靠大招啊把魏将的状态给压制下去啊，我们还是比较欣赏的啊。继续杀曹丕，哎，狂斧，狂斧的发挥不错哦，不错。那么主视角这里当然没法杀了啊，可以杀魏延，这里的话没有去动啊，不要避免矛盾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已经是盟军，好，贾大爷还是给力啊。还是给力，对吧？一旦放出来，那魏将就是要崩一波。哎呦，这个火杀很疼啊！那么魏延又救了，魏延这一局是天使救啊，各种救，救甲鱼，救周瑜，但周瑜也救过别人了。最后决斗，再来个九。好，主视角这一下我们，其实可以考虑爆发了啊，因为这个时候。潘纵一血，曹操两血，对吧？魏延被翻面，这个时候其实，那关键时刻捏弄到手里，排队又刷新了啊。那么过河拆桥，来夺呗啊，夺！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，红牌。哎，其实这个点啊，应该来说你先夺势啊，排序啊，排序注意一下，主视角稍微啊有一点点问题，你这里排序啊稍微注意一下啊。你这明着有闪可以夺，对吧？为什么不先夺呢？而且先放万箭呢？那么最后的话再杀出去啊，再杀出去，这样就缩缩连环。但是这里啊最后其实打郭嘉比较蛋疼了啊，有一点点的很笨，有一点点被动。你说郭嘉这边杀也好不杀也好啊，都是比较难抉择。那最后还是强突，想强突的话最后再来一刀啊，还好啊，突走了啊，突走了。就是那么最后的话，这边对面有人王盾啊，是直接投降了哈，投降了。这一步啊，等的时机，整个盟军方面呢，虽然主视角赢了，但是啊，应该来说啊，魏延、周瑜两个人啊，就甲鱼的这个点很漂亮，对吧？他们没有说，哎，就两个位啊，我怎么了？啊，事实上两个位其实还是比较强的，把甲鱼一救啊，放出来之后，那就是魏国的灾难啊。那就是一部史诗级灾难大片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还有最后一局无将啊，无将，看一下这一局主视角二张没有选，最后是僵尸笨呐 啊僵尸笨。那么这个摆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，一号位主视角这边的话，然后起手啊，那么这样的话这支笔就去看一下。那是甲鱼表示要看一起看，要浪一起来哈，怎能便宜你一个人哈，对吧？我几轮落风尘啊，又何故作羞态啊。那么司马的话偷起来哈，偷起来南蛮入侵，甲鱼表示尽管来上，
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。中军帐中坐啊，运筹帷幄千里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朱世角出杀，九杀一刀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杀得很正确啊，杀得很正确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那么教主这里个点出来了，好评。虽然我们摸牌无所谓啊，哦，嗯，弃了司马的牌其实是更加喜欢的。那么苟货这个点放万箭之一了啊，放万箭之一了，其实他控不到了。控不到啊，因为司马后排啊，后排，所以苟货这个万箭放得很聪明啊。那么但是如果苟货在司马前面，在教主后面的话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那就是司马先开炮。好，万箭齐发。嗯，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场上这种局面其实更加利于主视角发挥，哎，由于酒还在手里，所以的话这个局面呢基本就是说主视角呢肯定是一个完全态了啊，觉醒态了。曹老板，哎，九骚，刚才骚过了，曹红哈，好吧，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啊，四位哈，四位，五二位杀了一七，二位收个人头，人是铁，反是钢，好，锁锁连环啊，蔡文姬一大捞刷一下，朱雀挂旗，杀一刀曹红没能命中，但是这一个乱舞来了哈。还不够，飞哥，那草花，这个草花改的真是伤心啊，伤心啊！然后主视角现在就看命了，这一张冰凉，对吧？大风扬兮十百丈，那么这里的话是稍微可惜了一点，那没能添过。那么没能添过的话，现在是主视角，其实啊，每个人都很危险。其实对面有机会啊，对面有机会，顺手拿一杀。啊，那么这个解刀还是没有办法了。那么最后呢是火杀闪掉了啊，把二位闪掉。什么？什么鬼啊？还不够。三间拍得漂亮啊，三间拍得漂亮。那最后啊，那边蔡文姬也死了。那么这个啊，排序啊，徐晃的这个排序很关键啊。这句我审稿的时候还没注意啊，没注意。这一个点啊，徐晃打的啊，如果这一下把我们冰冻的话，基本应该来说至少能够扛两刀吧，扛两刀那已经是接近死亡边缘了，对吧？那么现在我们看啊，最后主视角这里如何金枪屹立不倒，对吧？铁血真汉子。那你像曹老板呢，这个点你这丈八不拍啊，还扔掉，有什么用？桃子不吃啊！这个时候啊，魏将啊太菜鸡了。主视角有一张神 A， 你看啊，这帮人哈、啊、都是桃子想保队友，结果一个都保不住，反而要被主视角偷一波鸡啊，就是偷一波鸡。那这样的话，一波大南蛮，挨个给我倒啊，挨个给我倒。这一局其实最后比较有意思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每个人其实呢都是过于啊心慈手软。那、徐晃那个排序我们就不多说，最后曹老板留一套，徐晃留一套，哈、啊，关键这一下，那主视角一扒啊，那就挨个倒啊，挨个倒。其实曹老板刚才，曹老板刚才那个决斗啊，他都没有敢送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有激昂啊，有激昂，所以谁敢说我拜拜啊？这一局最后的这一个博弈啊。对面啊，他想保队友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就恰恰啊，想要啊荣辱与共，最后真是哈，只能辱共不能荣辱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放在今天啊，唯一一局魏将，很多魏将放在明天，明天的话可能都是一些平时啊见的比较多，那对吧？到时候明天再说。那么主视角这里的话，三号位甄姬加许褚，一号位的话锁锁连环。来杀一刀雷杀啊，最后的话弃牌，二号五六箭挂旗啊，速速重铸。我们这个点看一看啊，若清人之碧月拖，哎，上来就拖一拖，拖拖更健康啊，啊，铁木耳拖拖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南蛮入侵打象很厉害吧？然后速速重铸决斗打一下下家，一骚俩血啊，再杀两血，对吧？结果呢遇到了庞统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那么主视角注意了，哎，年弩蓄在手，我、不动应万变啊，接到二人。那这样的话，哎呦，去杀暗将了。
男版入侵。那这个男版感觉就是让祝融啊去骚起来的啊，感觉有蜀国的心，吴将肯定不太可能。魏将哎，名叫飞卫啊，虎虎拿一下，感觉偏蜀啊，感觉偏蜀。孙奔啊，哎，扒一下安将，因为这个不太像队友嘛，所以直接扒他。你安将想要暗中操作，没门儿、啊，结果是假大爷，难怪了哈、啊，难怪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只能说他不幸碰到了吴将在他旁边。那么这个乐不思蜀很赞啊，很赞。Nice。 那么祝融的话两难续在手里，大嘴又出来了哈。那么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大嘴一出哈，天下会怎样呢？当然啊，有可能在一号位这个点有 surprise 对吧，否则的话你比如说主视角这个点怎么能够拿下来呢？哦，最后的话我们赶紧无懈啊，因为这里他以逸待劳的话，那边恐龙啊就直接发公粮了。啊，走势，哎呀，出事，这一个真是、啊、尴尬了。本来要乌龙的，结果呢，还好啊，主视角这个主将啊，白将没有问题，否则这调戏啊就尴尬了。那边的话，张辽肯定是要偷的啊，没想到吧？那么现在就看我们甄姬大洛神，啊、来一二三，并没有，那么就直接脱了，哈、啊，直接脱了。来，先来一个大万箭，收收人头再说，对吧？基本应该能收到啊，应该能收到。嗯、啊，那这感觉像田丰的毒条啊，那么应该是大嘴的副将是，啊，不可能田丰啊，这是打脸，打脸，下错了啊，说错了，顺手。那我们现在最后的话，许褚来粘毒，江东小爸爸孙伯符啊，对，我们拖啊，拖过的啊，拖过的九骚。赵云啊，一刀九杀啊，毙命啊，一男一绝啊，再杀一刀大嘴，走好不送啊，不住我袁家呀。嗯，好，那么这一局许褚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那么我们最后的话再看两局铁锁啊，来先看这一局。这一局的话，主视角这个点啊，大师没有选，最后是选了一个，哎，掉线了，好吧？这比较蛋疼了啊！等他重连吧，等他重连吧。那么主视角是一个四号位啊，选了一个，我推出来啊，登陆超时了，重连吧，就这样了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好，棋手的话这样啊，蒋飞没有选啊，蒋飞没有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主视角选了一个祝融加姜维，那么队友上来连环月啊，又是跟第一局有点类似了，对吧？统统轮起来，但是没有去浪索啊，没有去浪索，就纯粹是换牌，最后那七。打的不是特别有特色。那么主视角看一看，刚才有个毒条，太快了没看清，不多说啊，不瞎说，不瞎说，主要每次瞎说自己又感觉尴尬，然后大家又要啊喷喷一下。那么五号位的话，那边啊朱雀挂起来，那么藤甲挂起，七号位一大牢，那么这个点的话最后万箭齐发打出来。万年的话当然不太像吴将啦，对吧？先不要飞吴再说，后面在后面的事在后面说。猛货牛魔王牛郎哈，来粘土突突突，黄忠啊，老将军哈，老将军。这里桃子救了一下飞鼠啊，别再感谢我，先谢国家，先谢国家。顺手，商议敌可怜西马，哎，这里南蛮。那么主视角巨象，各就各位，收哈，很厉害吧？象兵们。南蛮再来哈，那这里两个南蛮啊比较溜啊，那么感觉场上应该数量不多了啊，数量不多了。那么现在关键主视角呢，就是还有一个二三位在这边卡位啊，你很难讲能不能啊，这两个南究竟开不开得出来哈、啊。那么庞统锁锁连环，那边的话九杀一刀暗将，结果出了僵尸啊，僵尸勒布斯鲁贴一下，那么这一波呢也就这样了哈、啊，也就这样了。结果那边啊，苟活天过，能忍吗？不能啊，不能啊，这个必须闪。要保将军周全。
好，那么我们这里的话，八排很尴尬啊，僵尸猴。那么这一波渣鼠抱团很尴尬，怎么去打呢？啊，怎么去打呢？那么主持角，你注意啊，猴子他没有拿铁锁，哈，没有拿铁锁。而这个时候，主视角副将有一个关心哈，那么这一个大铁锁，那么看一下呗。丞相所教，为铭记于心。那么主视角拿九，最后呢是，拿了九杀，有一个闪电在那边啊，闪电是一点啊，那边是八点。那么借刀杀人啊，好评锁锁连环，那么不好意思了，九。火烧，所以孙健啊，刚才这个铁锁不拿，拿一张无中，这就导致了这一波大铁锁，这是崩，每个人娘血，娘血上面再加一血啊，这是九血打输出啊，直接对面一波，走你不送，走你不送啊。那么主角在无中生有，锁锁连环，其实还可以继续锁，因为曹老板这藤甲明的在那边，对吧？再锁呗，啊，过河拆桥，拆一下。粘弩啊，这个粘弩拆的好评啊，因为农民那个点啊很蛋疼，好评 ，nice 啊 ，nice 非常到位啊，小细节。那么这样的话杀我们一刀，关键这个时候啊他来动的，哦呦有这么多杀啊，我最后还有一个队友哈，最后结尾还 surprise 一下。那么这一局的话基本就结束了，我们不多说了。那么你像啊贝贝这里啊估计会有属性杀对吧？啊，猛火干嘛？大象最厉害吧，碎中原大地吧。君之臣，还臣不知君。在黄忠逃跑了，好吧。但是他这个最后已经不影响我们局势了。小姨先生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来吧，走好不送啊，走好不送。好，最后一局啊，还有最后一局，看一下我们的今天啊这个啊，来吧。FFFF 团呐、啊，嗯，对吧？这光棍节是这种是要的，骚骚骚骚骚骚的快感啊！好，最后一局，那么我们这边的话，主视角教主加貂蝉啊，当然你这里啊，教主放了主将。其实这个白将的话不是特别讲究，毕竟貂蝉在自己这儿，对吧？那么来。这八倍速啊，太快了啊，太快了！开局祝融出来，曹仁出来，那么主持人貂蝉也出来了。当然，貂蝉出半将没有问题啊，你这个毕竟藏半将雷击啊，藏半将雷击。那边的话，这里是过河拆桥，飞鼠啊，飞鼠。好，六不似水的他，那么那边顺手捋一下鼠枪，这啊、女王大人有点惨啊。刘浩为减一。过河拆桥拆我们飞群嘛，现在场上就是啊群农啊鱼农混杂啊，鱼农混杂，老出就一张牌顺手来南蛮入侵，杀杀杀杀杀，最后刚烈小小把戏啊，那么顺手再来乐不思蜀贴出去，司马哈、啊，司马懿爱买提，来吧，哎，那么这里的话，一刀九杀，漂亮，走好不送啊，走好不送，让你打我，对吧？这直接被大叔干死了。当然啊，现在这话两鼠两位，场上的群雄肯定成为一个小势力。那么蜀国继续又出一人，当然小潘这个点啊，等人家是朱棣，他肯定要自己这么多过白输出的。不过个人感觉呢，他其实可以赵云先。放着，然后小胖直接放权给老朱啊。那么主视角火攻来一下，扔桃啊，扔桃，最后七杀，羡慕吧，两闪两黑啊，这个手牌比较好评了。华佗继续杀，结果人家闪掉。那么现在场上的话，整体三国鼎立啊，真三国鼎立。南蛮入侵，女王大人要发飙了，哎，为我所控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南蛮啊，但是这个南蛮给打个国无懈吧，啊，既保华佗也保自己，不太亏。那么这一个南蛮的话可以，哦哟，主视角还去啊，这里是恶心祝融的啊，恶心祝融的。但是整体你这样的话，雷击就没有保证了呀，雷击没有保证了。来啊，最后的话，现在这个局面呢，蜀将啊，感觉还有点做大的趋势啊。老诸葛毕竟关心嘛，关心加月英大月亮还是比较恐怖的。啊，但是像他这个铁锁不去锁人啊，打的差评了啊！老诸葛啊，能力还是
啊，一般般，对吧？这铁锁能锁人不锁？嗯，这一下你看又锁郭嘉，锁华佗呀，锁华佗锁什么郭嘉呀？郭嘉，你这里作为属将，你肯定留到最后打啊。华佗必须先死啊，必须先死。最后出了田丰死剑，那么我们上家的话，冰娘天过了哈，天过了决斗，老诸葛排序啊打得有点烂啊，感觉九并没有。那么撤离一波大铁锁，我们主视角来火攻，听说你想留逃，那么就不好意思了。今天我们是光棍节呀，啊，那就要 FFF 哈，对吧？燃烧军团，瞬间爆炸，那么一火八邪直接。两位坑鼠啊，带走两位坑一下鼠国，顺手拿手牌又是逃，嘿嘿，决斗一荣俱荣啊！老诸葛那边呢没有办法，这个是有藤甲在啊，有藤甲在。那么祝荣，最后的话弃牌呗，失礼了啊，失礼了。那么不过这一局啊，注意蜀将的剩下两个蜀将摆枪非常好评啊，就是防离间确实都防到了。那么最后呢，华佗找我们配合一波小雷击啊，带走老朱，那么南蛮入侵拔掉啊，直接投降了啊，就投降。好，最后一局我们 F 团收尾，雷公助我啊，这一局有这个四季风音挺稳的素材啊。好吧，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国战娱乐啊，就这样吧，也没有特别想说的，最后就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啊光棍节快乐啊，而且还是一个周末啊，好吧，更可以啊麒麟蜜好好发挥一下，那好，谢谢大家。